我们棒棒糖哦，喜欢呢，是不是为了要赚通告费才来本节目哦？没有啦，假装是粉丝，是真的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那一定要来个考验啊！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左二。左第三排，第三排左一二三，李泉呢？哦，他很会打鼓，哦，很会。那毛弟的专长是什么？毛弟最会学谁？那个这个有有抓抓抓的那个抓抓抓抓抓，他知道那夹夹夹夹。哦，对对对，还很喜欢跳罗志祥的舞。对，很会，很会，很有，我真的有在看。考他。那我问你，唐如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好多的，拍手。哦、对不对？我们是继续的，没事。对对对，对，我人心忍不住了。还有他是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好好好。还有是不是？还有 How are you today？ 哇，刚刚有听到。你们有一天就突然就是。毕业了，我想说，怎么毕业了？怎么没有通知我？都没有follow到，怎么会突然毕业？然后就说，哦，这节目要停了，我就很失落。结果隔天一打开电视，怎么都换一批新的人，是啊，然后我就没有看了。流失啊，有一些流失。可是后面有 follow 到什么那个东区一个炒菜的那个我知道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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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我知道你。欸，但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阿杰，阿杰。有。那你还没有讲你最喜欢哪一个弟弟啊？对对对。那个我的那个型跟那个 Vicky 姐有 double 到。哎，哦哦，喂，我其实那个刚开始还蛮喜欢威廉。哎呦哎呦，大家都是刚开始喜欢你，后来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怎么了你？是因为我要重回跳拉拉队的时候？没有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后来就一直在节目说你很喜欢荣家，很喜欢荣家。天哪！哎呀，重点呢？我害了他，我害了他。那其实荣家一座山挡在我前面，就比较也是，一座山就是小路了，也是也是。然后后来我就是改变心意了，我就喜欢李泉。哇！刚才阿伟以为是他，你知道，刚阿伟还偷偷那边。我想说，我之前台湾有那么多的名产，你以为嘉义方块酥最有名的吗？人家说不定喜欢的是宜兰牛舌饼嘛，少在那边自以为是哦。你喜欢李泉的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感觉就是很笨，然后就是感觉跟他相处在一起可以显得出我很聪明。哎，哦，这么傻的人，对啊。好，那我觉得那你一定是最讨厌很聪明的弟弟喽。最讨厌哪一个弟弟？就是开出来这样说，最讨厌哦，会想转台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这样讲出来会不会那个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们心很强的跟什么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忍一下就过了。任意扫，你任意，小鹿现在一直在往后退了，我不想被演到，不会太远了吧？你跑马拉松很辛苦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你看。好啦，拿一个，一定要讲一个。如果一定要讲的话，没关系的。好，直接来，讲讲。你的心脏都很……不要给他买，中了中了，后置爆伤那个线。不要，不要。我跟你讲，连后置都讨厌你，妈说不要那个线都不要。喇叭鱼，你以为后置是你小弟吗？明明让你当互联换去的，射箭的效果是没有啦，不过定格7秒，你要多少次？